免我管。我要来跟阮新妈做伙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比武我已经成功，你要嫁人就是我，我就是你的新妈。歹势哦，我爱的人死啊啦。啊，你爱的人死。是啊。我跟你讲哦，叫我这个阿伯你去遐。我就是无爱你啊。你无爱我，你袂记？袂记啦。要好我亲亲爱。心灵之味啦，感谢你。我你讲，你金龙我捌。哈？老弟，你捌你金龙啊？当然啦、啊，你金龙用代志吵架，迄个无事，也是我家己。就是嘞、啊啊。拜托你，拜托你，我就想要见你金龙，你出来跟我见面好不好？想跟你见面。哇！咱讲真嘞啊，你金龙我破钱足严重嘞，你叫我怎行啊？我啥物用啊？快甲我电话，卡袂听，我甲送给你啦。真个客，真个啦。真心，好，你面我改变，我话声你话多多。你阿伟阿妈电话，你看了一下。你娘，你多位啊？我多多。简单看到我，啊、我来就是恁绝情啦！绝情！你敢知我变甲安尼生，就是你红影病人代志操作，无可能！你哪里做？李金龙已经无悔过年了，安怎讲我无悔？来去金街，我行你一个清白，你对我有所误会，李信拜个。圣旨，明日到你家开拓，到底你是安怎讲？为什么你金龙讲代志超家呢？对，皇上讲伊出旨要闯到京城，为什么你讲到位将阮超家？我哪出代志？事实就是你做。我出代志。我是将旗之子。正气的声音，欢喜人命看，让我看。阿那，我让我看到皇上你看人。我管了，阿伯讲话。我说阿伯讲话。欢喜人命看，你要去。你走。听，过年这里先相信你，你叫人爱过年的江山，求出你那年，一天高。